张掖的丹霞地貌奇观，形成于200万年前，位于张掖市临泽和肃南县境内，面积约510多平方公里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，是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育最典型的丹霞地貌，也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，以地貌色彩艳丽，层里交错，气势磅礴，场面壮观而称奇，被誉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，全球最刻骨铭心的22处风景之一。